保利之夜居然加入了一把烟花枪，威力比信号枪还要大呀！发射向天空之后，它会生成一朵烟花，而且还会标记范围内的敌人60秒，60秒透视啊，简直无敌啊！今天我们就来试试这把枪的威力，不知道好不好找啊？应该很好找，它是蓝色品质的。哎，有人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啊？看这个操作，应该不是人机啊，应该是一个小韩啊！我刚说小韩韩了，人家打板了，感觉打不过呀，先溜一波看看情况。他们打起来了，我的机会来了，别走！啊，这居然打不到，这个 AK 是真的难用。他一枪，他一枪 ，nice。刚才打我的人在对面，顺便过去干掉他吧。哎，他出来了，爆头，还是个国人兄弟，对不起了，还送给我们一把紫色步枪，还得是国人呀。哇哇哇，兄弟们，我终于找到烟花枪了。看看描述，单发枪，当打到空中的时候显示敌人的位置，居然还有60点的伤害。试一下，应该和信号枪差不多，不过是信号枪的 plus 版，它显示敌人的时间更长。终于找到人了，咱们来试一下枪。哦呼，哇，伤害是范围伤害吗？6啊，敌人在一块都能受到伤害，都是60。哇，不过是个单发，发射一枚子弹需要填充一次，这就意味着适合先手打，后手打的话就浪费机会了。把敌人干掉，我们要节省子弹，继续找人，看看打玩家伤害怎么样。哦，这里有人，这里有人，去哪儿了？哎，找不到了，在这儿看到了。哟，他应该是个范围伤害，但是这个范围有点小，不过还能点燃木头是非常不错的，前期后期都非常的好用啊。这位兄弟是被打傻了吧？他要干嘛？他要骑狼，先治疗了一下狼，然后打算骑狼逃走，但是他骑不上去，笑死我了，我都不忍心打他了，还在这当我面治疗，过分了啊！来来来，和他玩一会儿。哎呦，你有烟花枪，那你必须死了。烟花枪是我的了，这头狼他已经驯服了吗？应该是驯服了，打算骑走的，结果哈哈，他居然还拿电锯枪，我也带着吧。烟花枪呢？烟花枪，烟花枪被大车压住了，好吧，先把车开走。哦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，耶，那你打我，耶，这个得预判啊，这是个人机吧，一直不打我。哎呦呦，打我打我，不好意思。来，呜呼，还差一下，还差一下。出来出来，出来。不出来了，不敢出来了，我也不敢过去了，我血量太少了。走了走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？这边有人打架吗？你居然过来，不好血了是吧？我怕你吗？这都没打死我，拿上我们的烟花枪去角色看看效果，把甲补满。前面有人打架，咱们试试能不能劝个架。左边这个人看起来很猛的样子啊，争取一击给他致命。啊，这可惜了，看看还有没有机会。在这里放烟花枪啊，这都没打到，这不科学啊，兄弟们，明明可以打到的好吧。再来一下试，哦，189，再打两枪不就没了。你的烟花枪不要用了，那是我的，很溜嘛。但是你这点血往哪跑啊？又缴获一支烟花枪，有车过来了，试试能不能用我们的烟花枪阻拦一下。来呀，谁躲谁是孙子，打这个枪得预判啊。没打到，这么近都没打到，再来一下。哦，又没打到，这不科学啊，兄弟们，打到了打到了。哎呀，最后一秒我进了车了，嘿嘿，他被炸得不行了，去哪儿了看看。哦，去哪儿了去哪儿了，再补给，我能让你补给吗？算了算了，又有人过来了，溜了，饶他一命。嗯，别打我别打我，你打他去，不要打我。 No， 咱们最后来争取挑战一下烟花枪胜利吧，所以最好打最后一个人，就停在这里吧。哎，等他们打，然后我们最后渔翁得利。先补给一下。不对啊，我身边有脚步，什么情况？过来了过来了。哦，在这里，前面也有烟花枪。哎，很猛嘛。来来来，咱们居高临下就好打枪，先补给一下。这么猛，两个人都打我，太过分了吧。啊，吓我一跳，这人拿着一个光剑干嘛呢？想用光剑做挑战吗？他真的想只用光剑打？哎，那你可就错了，他居然把光剑扔了，你这就错了吧。你不先打开车的，你打我。 Boss 的光剑可以扔，但是非常难用啊，不是我不挑战，是完全挑战不过去啊。不信下次我发出来给你们看看。过来过来。哎呀，没有子弹了，还剩最后一把，过来过来。哟，
哟，打中，再来一发，还跑，破甲了，再来一发，应该最后一发了，死，还有血，最后一点了吧？哦耶，挑战成功，兄弟们，烟花枪挑战成功，是不是值得你们长按点赞加关注？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